吸地捆住，土王接滚，嗯，然后再把宙斯踹回来，哎，这个画面就出来了。来了，贴脸滚，但是火猫是没有捆的，往回踢地一脚，给灯火谜团直接拉了大招，后面没有人能打断，幽鬼肯定是阵亡，能换掉这个土王吗？宙斯神圣跳跃往前跟。无尽闪电把土猫换掉，后面这个血量，哎呦，这无影拳带上大球打宙斯有点痛，宙斯跳是在 CD 的，火猫在磕平，有下一个无影拳，再放魂，魂的杀没打到，有点可惜，但是谜团又给上了一个憎恶，吃了个魔棒吗？这宙斯好像是，但是还是被又不上去了，哎，牛头想板没板着。马上交两本 TP， 五级术士落地一口暗炎术，哎呦，两级的落地 CD 不太够啊，要不要 A 字啊？缩出来了，还好。然后土猫没滚到，给了一个沉默，来不及。大树交上一个大招，捆两个。宙斯在后面跟输出，宙斯有大招，一到三连交上来，再跟无形闪电，再跟大树老拳。但是这个时候宙斯被捆了，状态不太好。牛头跳过来之后，给上一个锤地板，给上一个板，把路封死。再带走一个土猫，但是这两个人怎么办呢？火猫满级无影拳带大球 CD 马上好，无影拳打两个，先收走老树，后面牛头再锤下地板触发余震也无济于事。哎呀，真的就是搞到后排以后，这个谜团凋零一个拉达他受不了。对，就现在还是能靠宙斯守塔。对，想打，都要火。哎，大树跳大，先守大谜团，牛头交板，幽鬼降临切入，这个状态下谜团好像有机会，能秒吗？吃了一口魔棒。谜团这里虽然说还是被秒掉，但吃足了伤害，换掉了对方的幽鬼。牛头被 BKB 火猫直接切住，也是被带走，觉得已经超神了。刚刚这波撒旦 TB 非常强势啊，用撒旦解掉了老树丁的这个大招之后，直接 A 脸上小兵就吸满了血。牛头只有大树大？没别东西了呀？确实。因为谜团有 BKB， 所以你要在他 BKB 开出来之前先秒他，就是牛头必须三连他，对吧？对。又是来了，哎呦，两只猫带下锅，但是土猫位置过程先被秒，数大招没救到，正面土猫买活，前哨这也是老干爹的，正面谜团大招拉住对方的一个宙斯，TP 跟输出，谜团的跳高也能往前跟，唯一输出宙斯没了，剩下幽鬼。不是这个 TP 的对手呀，幽鬼有分身斧是有输出的，但是他分身斧进入了 CD 就没输出了，滚没滚到，但是被大影刀破了被动，被捆住了，牛头交板要断一下，幽鬼任走地形，贝斯边这个位置超级残血是用命过来掩护幽鬼撤退，这波真的是真爱啊，真的是用命掩护，是的，他就一丝血就大概五六百滴血吧， TPA 一下暴击就干，而是他凋零非常非常猛啊，团队装是的，有钱来了 ，TP 再交一波变身，最后一路高地，直接是防守塔机制，硬开兵线来了。这波能秒 TP 吗？一套给上来，没秒掉 ，TP 开出了自己的撒旦，回头把血吸满，蚂蚁肯定是要先倒的嘛，一丝血开出了大招，后面想切这里的谜团没切掉，大树先倒地，谜团 BKB 成功往后撤退，又给藏在树林里面，是被这个土猫在找，土猫回头再滚再控来了，谜团直接过来一个大招拉住火猫跟输出 TP 也是过来跟普攻，牛头帮忙断一下，能杀掉 TP 吗？ TP 确实被击杀了，幽鬼一丝血能不能活下来，中了憎恶走不动路，被火猫的飞魂给收掉，但是这回幽鬼有买活，幽鬼买活配合正面残局队友好像有的打，这里视野天辉帮五人物也在抱团插视野，然后点前哨，有高坡眼，牛头先交板再 E 一下，火猫跳到高坡上上山了，他有魂没那么慌，有魂有疾病，牛头跳大三狂只打倒了一个人，又被降临一场谜团，我成功秒掉谜团，又买数字也倒了，我三狂三不好已经残了，又被这里脸上有牛头帮他提供控制，再过来接我接土猫，先尖叫，这个时候等到了楼的地点在哪吗？谜团过来一拉大三被打住，第一时间断掉，这样吧，后面牛头先倒，但是萧瑟的幽鬼一丝血，没人能追他，宙斯有逼，先给个板，雷击把小迷团清掉，继续骚扰，看看里面情况。蚂蚁想要放蝗虫，放过一波了，刚刚，被捆了，被羊了，土猫滚进来了，开团了，复杂的大招，要秒蚂蚁吗？蚂蚁一丝血，确实把蚂蚁秒了，蚂蚁是买不了的。正面牛头交了 BKB， 但是脸上没人，往后面跳找谁呢？想找树是吗？谜团好像拉大招了，
侧面啊，拉达刀拉了幽鬼，但是没人打输出，提比不在这里。然后牛头虽然说被找，但是还是放出了自己的钩子和强化图腾二连。幽鬼在这里猛切，谜团有一个盘子解锁了，我有一丝血的谜团勾引到了对方的幽鬼，幽鬼被对方给击杀，楼三杀。只能说天无。火猫刷新球也有，宙斯也有刷新，但是这个宙斯已经发挥不了了，他有都在读秒，主要是幽鬼在读秒买不了。哎，找到了，滚到了，蚂蚁给不受阳，宙斯开 BKB 刷新球往回跳，能杀掉人吗？土猫也有 BKB， 而且吃了奶酪，瞬间满血，术士过来送死的，因为他知道死了之后有个地狱火，能杀掉火猫，火猫没买活，但是 GB 什么都不管，再过来拆基地，开了一个这个 A 仗的恐惧心槽，加强了自己变身的时间，再开 BKB 猛拆，宙斯过来 BKB 拿这个 BKB 的 TB 好像没什么办法，幽鬼还有30秒的时间， TB 已经正面要把人杀光了，宙斯也是阵亡，不能买活。